尽量让他别惊醒。 你真正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你身躯顶敢有都会无爽快？小华，阿弟，你刚刚被抓了！你走！阿弟，小华，你真正平安无大事？你敢有受伤啊？啊？你放心。 我无想伤，你免替我烦恼。你若真正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，你若是真正着安尼离开啊，咱就无希望啊！你知影无？在咱之间，还佫有我未来，是早就已经无希望。 做出这款代志，我并没有已经答应爸爸。是安怎我无法控制我家己？是安怎我做出这款糊涂的代志？我该死，我真正的该死，我该死。小华，你别安尼，你别安尼啊！海婷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。咱两个血缘关系，咱就继续安尼落去，会有雷公卡死。是我做唔对代志，是我做唔对，是我做唔对。咱无做唔对，咱无做唔对，咱嘛袂予雷公卡死，咱是真无做唔对。 奈何做唔到？是我的姐姐，不是，咱不是亲姐弟啊！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是假笑？建华。 我即马讲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你拢爱听好清楚。咱根本就无乱，咱不是姐弟啊，因为咱无血缘的关系。我的爸爸，不是林鸿生。 萧红帅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的亲生爸爸是萧红帅，咱根本就无乱伦。代志呢变作安尼，林海婷，你敢知影你家己即摆在讲啥？ 对我讲的拢是真实，我是真心要相信你。啊，不过你莫知影，你的妈妈心机遮尔重，你哪会当确定伊袂骗咱啊？你真正因为呢，你就相信伊啊？我拄开始嘛，甲你有同款的怀疑，所以。 这是我摕我甲萧红帅检体所做的 DNA 检验报告。
你这样看的就知道我没骗你了。是安怎袂讲出来？这件代志我偌尔痛苦，你敢知影？我几落届拢想要想袂开，你嘛知影？你竟然无甲我讲，你想要用这个折磨我心？少华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无想要听。一阵啊，我逐工拢困袂去，因为若一困去，我就会喊你，我会梦到你目屎流目屎滴，走来找我。你讲你甘愿一世人拢歹认识我，你嘛无爱母甲即马这尔痛苦。大概梦到这，我就会真实，我就开始怨叹天公要啥都要创治我。够真真，真真，我甘愿让爸爸拍死，我嘛坚持讲，我一定要跟你做伙。你看我做这个戆代志。你是我拢袂听，你当时成功变作这样凶，你啥物拢袂讲，敢讲你已经放弃咱的感情？你是不是不爱我？不是，不是，你安尼讲对我无公平。对，不跟你讲是我的不对，啊，不过你袂当讲出我无爱你。啊，若无，我伫咧婚礼上。我嘛袂像你遐痛苦，甚至我走出会场，我一心肝内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想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我根本就无法度承受，无法度跟你做伙的痛苦。我希望跟所有的人讲，咱不是亲家弟啊，咱会当互相依赖。啊，不过，我妈为着要做同我做戆代志，伊即马下半身瘫痪啊，我袂当无顾虑伊的感受。啊，搁有阮爸，伊若是知影，我甲阮哥拢毋是伊的囡仔。你绝对无法度接受这个打击，小花，你敢会当了解我有话煞无法度讲出嘴的痛苦？小花，我知影你受到真侪的委屈。想到我有这款的妈妈，啊，不过我会用我的后半世人好好弥补你。小花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跟我客气啊，好不好？咱两个人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做伙，你莫安尼对待我。Thank you.
被狗叼料理啊。林爱婷，你讲你要用后半世人来爱我，你一开这样冲着我，咱两个算赌气尔。你若真正想要弥补我，我想要两世人、三世人，我生生世世、永永远远，拢要跟你做伙。